受冷空气影响，今天多地遭遇雨雪降温天气，甘肃酒泉、宁夏固原等地出现了大雪，气温普降十度以上。江西庐山、湖南张家界等景区，寒潮带来了雾凇景观，吸引了不少游客拍照留念。受冷空气影响，今天多地遭遇雨雪降温天气，甘肃酒泉、宁夏固原等地出现了大雪，气温普降十度以上。江西庐山、湖南张家界等景区，寒潮带来了雾凇景观，吸引了不少游客拍照留念。